就是另外一类的，就是我们讲是针对精神行为症状的药物，也可以补充，也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改善幻觉、妄想、淡漠呀，这个兴奋、躁动、睡眠呀，这些药也是一类的对症治疗。另外就是刚才我讲的，就是我们的三期研究这个评估呢，我们也用了一些客观指标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也主要的用了那个 FDG 葡萄糖代谢，就是一个指标，就是有改善。那么新疗法里面，就刚才也漏了，有的也有超声波治疗，也是反正蛮多的，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有。我认为就是比较有希望的，还是在于就是新药的这个改变病程进程，因为这个机制啊，相对虽然有争议，但是是还算比较可靠的，因为你脑子里确实出了这两个蛋白质的变化。当然呢，就是还有新的方法嘛，最近因为这病，因为大家重视，每天都有新的进展、新的发现，比如说。最近又在讲这个，就是属于感染的，就是所谓的就是疱疹病毒，也可能作为一个治疗的方法，这个就有很多了。又讲它是一个三型糖尿病，那么曾经试过用治疗糖尿病的药，因为它那个就是突出的改变，就是糖的改变，肯定会影响那个大脑糖代谢，也确实有问题的。但是对于治疗糖尿病这类药呢，也是失败，就是反正是。就是五花八门的治疗有很多很多，但有希望的，我认为就是还是针对这两个病理变化机制的药。你现在后续的产品，这个药各个药企都蛮多。另外一个呢，就不要忽视我们就是物理治疗，有可能就是像这个就是这个磁场治疗。肌肉磁治的，他研究新的一些低频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治疗癔症呀，或者精神磁场强度都很大的，那么有的是低频啊，就是在杆菌这些，还有一个就是深部脑刺激治疗，也是有一定的，也是有希望。说了，说了，你知道吗？